你是右边痛还是左边痛？右边。那你就用左边吃嘛。对啊。你说这边还是那边？对啊，你就用另外。那还是我跑去右边、啊。那你就一直用那边。咬那边就好了。对不对，婷婷？对。那你要不要吃凤梨？好。那吃披萨。我就不会。披萨是苹果做的。那吃披萨好不好？凤梨啊，披萨跟凤梨。他、啊、这个吃皮，啊不行。披萨跟干嘛？辣的哈。对啊，辣的。我现在这个。那个不是很像苹果，小小长长的披萨，好长，好可爱、哦。很像橘子。这个是小金老板切的，切这么小。小金老板是谁？小金老板是谁？他不知道。小金，人家说小林麻辣锅，我是小金啊，小金厨师啊。你好，是厨师。厨师。我吃了。你吃什么？